彩色，对不对？你要玩啊，少年剑，哎，你娃不一样，主娃要不一样。少年剑七个二，然后这里是二，二乘以三等于六，然后四乘以二等于八，五个四嘛，然后这里是剑五，这里是等于四，然后这里有十五个故事，所以它乘以二就要变成负八。排巨型，打击出去，然后嘞，哎，副部的是正气，要排一下老师，大家挺沉，没事没事。这个三次方最大的可以放前面，然后这个拿棒球棒球，再把那个十二次方减八。哈哈哈哈哈！老鼠，听来错了。你呀、啊。